老戏骨黄淑仪移民加拿大，住独栋别墅，生活惬意，久违回国演舞台剧。近日，港媒曝光了老戏骨黄淑仪的近况，她最近接演了舞台剧《伴我同行》。已经21年没演舞台剧的她，将与焦元、高志森、李润祺等实力派合作，让人很是期待。曝光的现场照中，久违现身的她穿着白色长外套出镜，头戴帽子，打扮休闲。已经72岁的她，身材严重发福，富态十足，精神状态相当不错。事实上，黄淑仪已移民加拿大，她这次回国除了演舞台剧，还为了复诊。2019年的时候，她的半月板严重撕裂，只能入院做手术。虽然手术很成功，但过程很折磨人，她曾感叹道，太辛苦，只剩半条命了。据了解，黄淑仪在国外住在独栋大别墅里，之前她的次子结婚，曾与伴郎团在家门口合影。从公开的照片来看，房子外墙装修简约有格调，到处种满了绿油油的树木，环境优美，她在当地的生活一定很惬意。